大家好，我是安娜熊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行的是腹式呼吸放松练习。腹式呼吸很简单，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在闻一朵很清香的花，或者是打哈欠、叹气，都能帮你找到腹式呼吸的感觉。当然，一开始做不到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做最简单的深呼吸，跟着我的节奏去感受呼吸的过程，让自己放松下来。这次的练习啊，一共有三组，每组十次，组间休息30秒钟。那休息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呼吸节奏。那现在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。请你找一个舒适的姿势，坐着躺着都可以，不要弯腰驼背，让身体放松。你可以把一只手放在腹部，把注意力集中起来，去感受整个呼吸的过程。慢慢的吸气，感受腹部微微的隆起，屏住呼吸，呼气，柔和均匀的呼气，吸气，感受空气进入身体，屏住呼吸，呼气。吸气，屏住呼吸，呼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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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你完成了第一组练习，可以休息一会儿，听一听音乐，之后我们继续下一组的练习。在休息时，你可以回归你的正常呼吸节奏。休息时间到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轻松的吸气，屏住呼吸，呼气，吸气，屏住呼吸，呼气。
吸气，屏住呼吸，呼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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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你完成了第二组练习，我们继续休息一会儿，之后我们继续最后一组的放松练习。休息时间到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轻松地吸气，屏住呼吸，呼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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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气，
屏住呼吸，呼气，今天的放松练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每天可以抽一点碎片时间来练习练习。当你在焦虑和紧张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去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，让自己专注在呼吸之间，可以有效地缓解你的紧张和焦虑感。我是安娜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再见。